昆虫和猪心纲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有自己的超级英雄，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超级英雄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比人类版本的英雄更令人印象深刻。大家好，我是 Alvin，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数个真实的动物超能力。比钢铁强25倍的蜘蛛网。很有可能你从蜘蛛侠那里学到的事情就是蜘蛛感应、强大的力量，还有高强度的蜘蛛网。它还能防水，对细菌和真菌完全免疫。这仿佛在嘲笑着我们，构成我们身体的东西或与我们生活有关的东西都不如蜘蛛体内生产出来的东西那么神奇。达尔文树皮蛛，它是马达加斯加的原住民，也是所有蜘蛛网的祖师，因为它产生了地球上最坚固的天然物质。这些八条腿的生物所生产的网比克维拉还要强10倍，比钢铁强25倍。它还能轻松击败钛、钨和几乎所有的金属。我很抱歉地说，达尔文树皮猪的屁股应该才是你需要害怕的。它制造了一些地球上最大的网，可以达到80多英尺长。他们喜欢把巢穴建在河流和湖泊的上方，在那里他们不必与他们的小兄弟竞争。最让人震惊的是，他们能够把蜘蛛网从一个岸编织到另一个岸上。科学家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也许他们是利用风或者建立一个由敌人尸体组成的筏子。是这样吗？蜘蛛太多秘密了。恶魔铁定甲虫果然名不虚传。所有昆虫最大的共同弱点是什么？它们可以轻松被压死。虽然杀虫剂未必能杀死所有的虫子，但你的球鞋一定是你击败一只肆虐的昆虫所需要的唯一武器。好吧，从逻辑上来说，当你碰巧踩到恶魔铁定甲虫的时候，看来你就要失望了。它会嘲笑你不自量力。这种行动缓慢的甲虫有两种不同的能力。第一种是装死，没错，他们很喜欢装死，这可是他超强的防御技能。你以为这是简单的装死吗？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种能力就是超硬。恶魔铁定甲虫的外骨骼相当于现存所有节肢动物中最坚硬的外骨骼，它们根本就是昆虫世界的坦克。很多昆虫都有自己的武器，例如毒针或大颚。铁定甲虫看起来比较废，什么都没有，遇上敌人只能被动防御了。但你别以为能够踩死它，就算是大卡车碾过也无法把它搞死。这就好比一个人足够强壮，可以承受被哥斯拉踩在上面的感觉。但更夸张的是，当昆虫学家想把它固定在展示盒时，大头针都被他们的外壳给弄弯。如果没有电钻或铁锤，你根本无法用针刺穿他们坚硬的身体。你看到我，你也无法伤到我。这根本就是逆天的怪力。水上行走的蜘蛛。蜘蛛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能够让大多数人害怕的生物之一。这种恐惧就像是与生俱来的。蜘蛛在墙壁上爬行的样子很可怕吗？其实它们有可能变得更加可怕。不过幸运的是，大多数的蜘蛛都有一个主要的弱点，水。这种奇妙的物质能够将它们从一个可怕的敌人变成一团可笑的样子。但我要介绍的捕鱼蛛可能会让你的恐惧增加。捕鱼蛛之所以得名，没错，它们有捕鱼的能力。我们说的捕鱼是指把腿伸到水面下抓住猎物，然后把猎物撕碎上岸。这听起来很酷，对吧？捕鱼蛛通过在水面上行走来达到这个目的。它把一条腿伸进水里晃荡来引诱小鱼，然后从上面攻击鱼群，就像一个毛茸茸的死亡天使。有网友会说，所以能在水面上行走的蜘蛛那又怎么样呢？看见的话就朝它扔石头或者把它踢到水下什么的。如果你把它弄沉了，它就会淹死，对不对？
你错了哦。捕鱼蛛依靠腿毛里潜藏的空气，除了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它们的潜水能力也是好犀利的，在水下待上1个小时都不是问题。看到这里，你是不是瑟瑟发抖了？苍蝇的蜘蛛感应。有了我们先进的技术和对立的拇指，人类要杀死一只苍蝇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任何尝试过的人都会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管你用什么角度去偷袭一只苍蝇，不管你的速度有多快多隐蔽，苍蝇通常都会设法飞走。经常看电影里的情节，简单用筷子就能抓到苍蝇，这是真的吗？首先，看到那些奇怪的眼睛了吗？它们能让普通苍蝇拥有360度的视野，这意味着偷袭一只苍蝇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苍蝇拍进入视野后，它只需100毫秒就能发现并计算出逃跑的准确路线，这比你眨眼的速度还快。你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是的，科学能够告诉我们的是，一只苍蝇似乎知道它们需要做什么来逃跑。瞬间就知道了，反应是如此之快。科学家们认为这接近于本能，而不是苍蝇的主动选择。这也算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绝对不希望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来思考如何利用我们的展演时间，比如说把他的朋友们叫过来，在我们的饭菜里集体拉屎。等一下，所以苍蝇能用慢动作看清世界，在危险来临之前就能早早感知到危险的到来，并本能地移动开来。是的，这种讨人厌被蜘蛛欺负着成的虫子才是拥有现实世界的蜘蛛感应的虫子。所以说电影都是骗人的，我在想应该没人会想看苍蝇侠吧。天生自带枪的象白蚁。蚂蚁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们一心想要征服世界的样子。然而有一群昆虫一点也不害怕蚂蚁，而是像一支小军团一样抓住每一个机会与蚂蚁作战。这群昆虫叫白蚁。白蚁的名声不佳，因为它们吃房子，实际上就是一群超级有组织的蟑螂。尽管如此，白蚁是不可低估的强势虫子。事实上，它们中的某个物种拥有动物界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之一。每个像白蚁士兵的脸上都有一种叫颧骨枪的东西，该枪能够向敌人发射粘性胶水，当白蚁群受到威胁时，士兵们就会联合起来用他们的粘性胶水来消灭他们的蚁族敌人。碰巧的是，这也是致命的毒药。为了让敌人们更难受，白蚁们用盲目的方式发射他们强大的颧骨枪。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他们没有眼睛。象白蚁拥有最好的武器，却失去了眼睛。大自然母亲就是公平。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请帮我点赞分享，谢谢。